色。完蛋！现在车子发生一些状况。我们这礼拜是开 CRV， 因为已经是秋天了，现在体感温度还是四十几度，非常非常的热。那车子也发生一些状况，毕竟它已经二十多年的 CRV 吧，大 C 也是老 C 了。它温度突然升高，小海现在将车子停在路边，让它慢慢降温，才敢上山。对，像这种小美开也是很吃力。这个叫做老牛推车，对，老牛推车。哦，这个是不是捞更多更多？你看他们的推车有够小的，这要推几百次啊？好啦，当健身喽，不止吧，十次？是吗？张老师。不好说推车有巨难推耶，车上没有装备的情况之下也是很难推，那如果车上有装备那不是更难推吗？而且这瞬时会影响你推的速度还有重量，哇，真的不是我太夸张再见呀，再见。咦，看来那个有点没有发亮。干掉。哦，亮了，耶！有几个灯泡可能要转一下。张老师要送我海陆礼物，好感动。等一下，我先试了一下。试了，卖给哦。太感动了吧？这是什么？小钢珠。先介绍一下。小钢珠，单位小钢珠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、哦、要不要先叫我们一下？因为我们这个很简单啦、啊，不太会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粘板，没有啊、哦？还有布粘板，对，那感觉都是新，都是新的，我们没有用过。所以他又放卡式炉了。对，先去旁边哭一下呗。啊，我啤酒喝多一点就好了。你们焚火的时候啊，也可以用啊。哦、嗯。他这边就是刚刚好一 IGT 的单位、嗯。那平常没有用的话，不会放这个。可是我不喜欢用这个，因为不好看。对，因为他好像不锈钢配这个，对，有点不协调的感觉。那我建议你们怎么搭配？嗯。每次跟张老师出来录音就是这样。嗯。对。像我这种沥水篮，或者是这种盒子，就是这种标榜是单位的，有没有？沥水篮，沥水刚好卡进去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上面再一个，再去买一个这种桌板。哦，我知道。平平的。嗯、对。对。啊。嗯。秀宝，秀宝。看到白色的东西吗？它对，它一直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它出来了，它的头。
兔子，啊，有兔子，好可爱哦，还白色的哎。这边很多野兔，它可能出来觅食了。哇，我们现在已经搭好帐，肚子超饿，刚配了两片鱿鱼吃。那现在我们要去放袋子，顺便要去跟人家打招呼。我们群内的路友，他说他有看，刚好有看到我们，然后同路，他觉得很惊喜，特地把我们帐篷拍下来，然后都在群内，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也在同一场。我们现在要去跟他打招呼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开心开心开心。我们只有这个会喝。真的吗？没关系哎，开心开心。你们是三帐一起，能够两帐哦。两帐哦，你们搭雨棚区哦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次没有抢到。是、哦。这个也会难抢吗？这会难抢吗？真假？这是我们捡漏捡到的。啊，捡漏捡。有人没有付钱，然后我们再去订、啊。哦。他这个比较好订，那、啊、个真的很。真的、哦，夜幕降临，大家都把灯拿出来了，每一家都在比亮的。上周我们去水秀农场，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很聪明，带了灯泡串。我们因为灯泡串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动了，临时也没有想到，所以看到每一家那么亮，哇，超有气氛的，决定这一次一定要带。所以我们家也很亮的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远远那个脸，像夜市摆摊一样，超亮的。这种森林系真的要搭配灯泡串比较有气氛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就是切片以后这两只。夜猫子就是夜猫子，然后我们都是趁着现在睡觉，半夜都不睡觉，也没差啦，反正半夜不睡觉当我们的守护神，他们俩睡超好的，嗯，好疗愈的睡姿哦。我明明就有帮他们带两个窝，两只就是硬要凑在一起，感情比较好吗？明明就是天天在打架。嗯，你们的睡姿也超疗愈的耶。嗯，但是以前你们都小小只的，两只可以窝一起，现在变这么大只了，都有点满出来了耶。嗯，哟呼，有吗？有哈气耶。他们两个都在哈气。他们两个哈气、啊。对。哈气比较严重，对，他哈气比较严重，他就哼而已。见好朋友上次见过的啊，好凶哎、欸、你！你凶什么？你凶什么？对，是偷袭吗？哎呦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点感觉哦，他们两个。嗯，然后他边走边哼。好好笑哦！没有，他在看他在干嘛？螳螂也来一下啦，螳螂搞不好就打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看依依想要去、哦、想要去靠近他、欸，哎，认识一下也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出手啊你？哎、欸，偷袭别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他说你走开好不好？好好笑哦！眯眼睛。扎个没棉花也会很凶的、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你再出手，哦、对啊。棉花虽然是暖男，但是暖男有限度的。哎、欸，他有后退。哦。哎、啊欸，要不要制止他们一下？哎呦！讨厌我吃不完，放那边想完蛋，直接死定了。挥手，挥手，挥手。然后这样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头痛，我们都吃都吃很少。然后我们晚上完全不知道怎么吃，我们想说我们挥手挥手，我们在吃泡面就好了。
经过保人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你只要有绿线就去找你，那他直接过保6500。对啊，我就吃就对了，还跑。田家户。中秋节就是要生火烤肉。真的超悠闲的，还躺一躺在那边看投影机，超悠闲。哇，还晃起来了，太惬意了吧！整个很爽。一。咦，你干嘛一直叫？刚刚在叫什么？对，想要出来玩。看看，小心看看，都自己看掉了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妈咪，你什么时候说你不掉啊？上路会乱跑吗？因为我把它绑住，它其实还是那个。对，那个背绳有时候会掉。嗯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这水豚实在是太矮了，所以男人们不是要蹲马步呢，就是要弯腰驼背，直接拿一张椅子在那边洗。太聪明了，有没有这样子洗？有没有很舒服？那你可以这三天两夜都是你洗。是我们在研究。第一次来介绍我们的摆设，我们这次啊还是有出动灯柱，就可以挂一些灯啊，还有我们的银锤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天幕直接不用搭了。其实我们天幕也是在考虑说到底该不该搭，因为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太稳定。但是查了一下，就觉得好像下雨几率没那么高，那干脆就不要搭了。不要搭的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这边空间很局限，我们的58方形天幕就搭不下，所以就干脆就舍弃天幕吧。如果下雨就让它下吧，这都是回忆，没关系的。反正就当成灾难片来拍了。那我们这次就出动了两张桌子，我们出的桌子呢就是昂位的，跟张老师接手的三单位 IGT 桌，还有我们下次要开团的网桌，多功能的网桌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次还是有四层架，四层架就是还是要摆一些 VCOCO 的东西。就是这一些。再补充一下，我们的桌上有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两个锅嘛，等一下我们要出动水饺。另外呢，就是我开团很多次的这个小的焚火台，不要看它小小的哦，其实它也可以烤香肠哦。然后还有这个小茶壶呢，也是同一个品牌的厚的，它搭配这个。这样整体搭配起来是不是很有日式风格？就像日本人一样拿了一个小小的焚火台在那边烤肉，是不是很完美啊？另外呢，因为这是森林系嘛，所以我们灯泡串一定要拉出来，这样比较有气氛感整个就出来了。我们连接着张老师他们家的灯泡串跟我们家的灯泡串，大概有三条吧连接。啊，还有小朋友喜欢看的投影机，晚上一定会有，刚好有树可以拉撑拉起来，这样就不用架子了，非常的 perfect。森林系呢，吊床一定要来一个啊。小玉很喜欢躺在这边看书，哇，超悠闲超惬意的，一定要这样啊，太酷了。顺便来看一下这一次张老师他们的摆设。哎呦，张老师的摆设就是每次都不一样，这一次又好像不太一样咯。之前都是 L 型的桌子或者是
长桌型的，这一次是整个十字形都摆出来了，超级霸气的。对，哦，你看它的灯，真的是每次看的每次都不一样哎。大概 run 一下。不用讲，每次看灯不一样，但亚玉梅也想说，嗯。现在时间11点，我现在来煮早午餐哦。我们今天的早午餐呢，我们就要水饺多吃哦，有冰花煎饺，还有玉米汤饺、蒸饺以及水饺。我的料理呢是冰花煎饺，我们来看一下我这次做冰花煎饺的成果。来看一下我冰花煎饺成果，希望会成功。怎么焦了？天哪，居居，那样呢？辣惨！煮好了啦，然后再用冰花煎饺，不然到时候就失败。嗯。口气降下去。我们这一次很快的就到103路了哦。那103路，我们地点是在新竹五峰的哥巴伦露营区，想必这个营区也是很夯，大家都抢不到哈。还好我们有神路友快手抢到，张老师，感谢张老师帮我们抢到，荣幸可以入住这里。好，那我来介绍雨棚区。雨棚区只有分成两区，就是 A 区跟 C 区这两区而已。其实这边前阵子有官员整修过，那官员整修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觉得雨棚区是比较早期的建造，都是木制的，所以他想要把它变换的比较新颖一点，然后给人家的观感比较好看，然后设备也比较好，所以他就整修。那另外呢，他的卫浴设备也有整修过，男女厕跟卫浴其实都是集中在一起的，那他是想要把它分开，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，所以呢他这一次也是有整修卫浴空间这个部分。我们入口一进来呢就可以看到 C 区， C 区的话呢就在我身后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入口一进来的地方。它的规格呢大概300×300。那早上呢我有问到路友说，诶，那会不会有太阳直晒的问题，他们是说早上不会有太阳直晒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方有大树，它可以帮我们遮阳，所以他们早上是晒不到太阳。有可能晒到太阳的呢就是 A 区的部分。那 A 区的话就是有两帐，它早上会比较晒一点，因为东边在那一边，所以会有直晒的问题。 A 区雨棚区跟 C 区雨棚区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？其实它尺寸都差不多，那最大差别就在于一个是水泥地，一个是站板区。如果是以我们来说的话，我会选择站板区，因为一来它晒不到太阳比较凉爽，二来呢它又是站板，像如果我们一般的帐篷没有办法自立的话，所以你选站板区会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卫浴跟如厕空间，那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地区非常新颖，那因为他们刚整修完，所以呢是我们算是前几组来体验的啦。你可以看得清楚，它就是男生跟女生是分开的。女生呢，就是上厕所的地方有三间，有蹲式跟坐式。啊，洗澡的呢，就是有三间。女生呢，总共就是有6间的空间。那男生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有5间，它是少了一间上厕所的地方，因为男生有小便斗嘛，所以他就可以在小便斗上。浴室空间也是有3间，蹲式跟坐式各1间。那我们可以往中间这一块。这个大空间就是书挂跟洗手台的地方，这也是我路过这么多以来少数看过书画区提供这么大空间的。而且呢你一进来呢你就可以闻到香喷喷的味道，这个味道好舒服哦，好舒压哦。它也有提供厕纸，两侧都有提供厕纸，也有吹风机。你们看一下它的洗手台，有点像5星级饭店的洗手台，很干净。这边呢只有雨棚区跟站板区可以将车子停在旁边，下装备之后一样集中停车在这个停车场。那森林区当然是例外啦，因为它一定要搬装备嘛，所以就停在停车场呢，然后有提供装备的推车推进去森林区。
那停车场旁边呢，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巨难推的装备车。如果你装备多的话，并且是大型装备的话，非常的难推，因为它的推车真的是非常的小。如果你想要订森林系的话，建议啦，我们建议自己带推车来会比较适合。那推车后方这个地方就是冰箱的区域，冰箱就集中在这个区域，有冷藏跟冷冻都有。虽然它的帐数少，但它的冰箱空间给的很足够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这边是 B 区的站板区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空间是一半的石阶上面，一半是在站板上面。这边大家这样的感觉其实也不输于在森林系，但如果你喜欢在森林去包覆的感觉的话，这里就好像还差了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，因为你这样你可以再有个阳台的方式，你可以去看这整个森林区，其实感觉我觉得也不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比较不喜欢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就先去看我们主要这边的重点，就是森林区。森林区的地方就是 B3 B4， 可以看到是我们就是要搬进去。这边的石头是非常的松动，所以你在它提供你的推车里面来讲，搬动其实是蛮累的，所以你最好是要自备推车会比较好。所以也是希望说营区可以给我们好一点的推车来。我们旁边刚好是一个步道，步道走上去，听说可以到个景观台，但我们上去看看景观台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哦，还有就是说他们这边提供的那个插头都说一个，看你要怎么去延伸。他们这边电压，看目前这样测试起来电压是蛮 OK 的啦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洗手台方面这边跟那边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好像是两个用一个的洗手台，这边的美区的尺寸有点不太同啊，所以你要配合你的帐篷，往那边去看一下清楚，说你的帐篷尺寸是否可以符合他们营地的尺寸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规划好的，是用个木头去做个围篱围好，所以你的区域就是在这一区。然后当我们这边是有点偷鸡啊，因为我们的陈列帐就是需要拉点绳拉出去，但我们尽可能就是绑在树上面去克服这些问题。那我现在走下去呢，要去哪里呢？我要走下去唯一的草地区，但是它那边不能搭帐。它那边的草地呢，我们这样远看啊，那草地非常的舒服欸，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球、踢球、嬉戏的活动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下过雨之后呢，地面有点湿滑，森林系的关系呢，所以地板有一点水汽，那小朋友走路的话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很快的呢，我们就走到了草地区。假如你要给小朋友玩球也是可以的，这边是低洼的地区，所以你球要怎么踢呢？还是往下滚，还是滚回来原来的地方。但是你要给小朋友踢球的话呢，可能要小心一点。这个男人从早上到现在，中午时间就已经喝了6瓶，一手的啤酒全部喝光光。早上还一直扬言说他不想睡，他不累，但现在一直直接躺着休息，还说自己不累。你看嘛，这叫不自量力。夏天森林系无敌。好傻哦，棉花你好傻哦，哎，傻呵呵啊你。进森林系。录了要吗？要，要啦。历史性的一刻。刚刚挑战冰花精神有操回答，但是我要血池第二次挑战，这次对我真的非常的漂亮。那现在德坎呢，就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德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好，开始哦。好紧张，让我分析。喂。嗯。你不要烫到啊。对了，哦，还是 OK 的啦。但是我等一下要把它整得漂亮一点。
哦，很汁哎 ，juicy 哎 ，juicy， 哦，那好吃哎，那是高丽菜，看不太出来，哦，好像是那种鸡肉还是韭黄？韭黄吗？还是？来，我来自己讲评一下我第二次挑战的冰花煎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其实它已经放一阵子了，那它其实脆度还是有的哦，可见它起锅的时候是有多么的脆。哦、有没有这个声音？嗯，好脆哦！应该是第一次做那么成功的冰花煎饺吧？哎、欸，其实它的水饺的分量大小蛮给力的，我大概一个圆锅大概七颗左右就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试试看。好爽快，真的很饱满，我一口塞下去是整个嘴巴被塞满的，它味道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的皮很薄，如果你是用水煮的话会感觉到它的饱满，所以它就会真的味道很平淡，因为它的咸度适中，也不会太咸，让人家感觉它的皮很厚，然后很干。爱自己手工水饺，它有蛮多种口味的。然后我这次品尝了七种不同，然后你在下水饺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每种口味都下，然后在吃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惊喜感，你不知道吃到哪一颗。它即使是不加酱，也非常的好吃，大腿。那就等煎好就直接在切断，还是这样直接在那个切断？上礼拜水秀也没有开风扇，不，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我开风扇是我打的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他说他怎么样？那么这时候眼睛最好看，呆的吗？你看，你过来后面应该是稳的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出现野兔，超级可爱的。应该跟我们距离超近的，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。好可爱哦！它完全不甩你耶，好温驯哦。哎，这个一抓就……它的毛顺吗？顺，跟糖糖。先点开给它来看一下。现在早上7点钟，他们才正式进入睡眠。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在家也是如此。他们睡觉的时候喜欢窝在一起，一般就喜欢靠在别人的身上睡觉。是一只蜜蜂抓蜘蛛，它把它吃掉吧？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！不是蜘蛛抓蜜蜂、欸，哎，是蜜蜂抓蜘蛛、欸，哎。太重了！恭喜103路甘草测收，很快的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刷新影片。我们下周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